弟兄姐妹早安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，很高兴早晨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一起敬拜，一起读神的话语，求神祝福我们，让神成为我们今天的平安与力量，让我们今天都能在神的同在里面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诗篇四篇一到八节，活泼生命的主题是呼求公义的神，得享平安与喜乐。昨天我们读了诗篇第三篇，第三篇是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所写的诗。有人说第四篇很有可能是接着第三篇写的，当时亚沙龙背叛大卫，大卫仓皇地逃出耶路撒冷。大家可以想一下大卫的处境，他是一位君王，多么的有权势地位，但是他的儿子起来背叛他，他仓皇逃跑。今天第二节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卫身边这些有权势的人，可能这当中有许多人以前是跟随大卫的，可是他们现在也开始动摇，甚至起来羞辱他。被背叛的人，被亲近的人背叛、羞辱，这是多么心痛的一件事。但是大卫怎么来面对呢？我们一起来看。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大卫说，显我为义的神。我们看见大卫以神为中心，大卫知道我们的义不是来自于自己，只有神能够判断我们是否为义。在这样艰困的处境当中，我们看见大卫，他没有自怜自哀，他没有愤愤不平，他不是想办法要去报复那些攻击他的人。大卫所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。在第一节里，大卫向神呼吁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他求神应允他。第二个，他想到过去在困苦当中，神曾经使他宽阔，因此他现在求神再一次的连续他。第三个，大卫求神听他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能在职场当中，在家庭当中，或我们的生活里面，会面对一些对我们不公义的事，甚至是至亲的人背叛我们、羞辱我们，这都是非常艰难的情况。这时候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为此愤愤不平，或是感到受伤，但不要忘记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可以有所选择。大卫做的选择是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，是来思想神过去在自己身上的恩典。大卫没有凭自己的力量去讨回公道，去想办法，他选择的是呼求这一位公义的神。如果我们现在正在面对一些不公平的事，不要让自己陷在情绪里面，更不要去找人抱怨。我们可以来向神祷告，像大卫一样，求神来应允我们，连续我们，求神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唯有神是我们真正的帮助。第二节到第六节，这里提到大卫面对这些有权势的人，这些人可能过去是跟从大卫的，但现在他们将大卫的尊荣变为羞辱，他们追求属地的好处，喜爱虚妄和虚假，他们可能想着跟随大卫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？他们跟随的心已经动摇了。但是在这样的时候，大卫想着的不是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对待我，而是劝勉这些人要畏惧神，
不可犯罪，要向神献上公义的祭，要倚靠耶和华。大卫即使在这样孤立无援的状况，他仍然可以用信心来对这些人说话。就好像第三节我们看见的，大卫有信心，知道自己是属神的，他也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即使在现在的环境当中，可能你在职场或在你的家庭里面，你遇到了不公平的对待，或是你面对了许多的人的话语，但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也必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会来坚固我们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因着人的话语而受到影响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使我们的心不是依靠着外在的人事物起伏，而是依靠着神来得坚定。就像第六节我们看到，即使有许多人说，谁指示我们得着好处呢？大卫所做的是呼求耶和华神来光照人的心。求神今天早晨也光照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七节、第八节，这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表白。大卫对神说，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又说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，耶和华，使我安然居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事会使你的心里快乐呢？是我们存款的数字增加吗？是我们买了新的房子吗？是我们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吗？是因为我们子女有成就吗？还是诸事顺利会使我们心里面感到快乐呢？又有什么事情会使我们失去心中的快乐呢？是疫情吗？是人的话语吗？是事实不符合我们的期待吗？还是我们眼前看见的困难和挑战呢？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大卫，他处在一个孤立无援、众叛亲离、极有可能随时丧失生命的状况下，可是大卫他仍然对神说，你使我心里快乐。大卫不是说危机过去了使我心里快乐，不是说那些害我的人消失了使我心里快乐，大卫说的是因着神使我心里快乐。大卫所看的、所想的都是神。弟兄姐妹，大卫这里说到，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。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的。大家知道吗？根据之前的统计，2018年全台湾一年就用掉了9亿颗的安眠药，平均每5到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要服用安眠药。我想到过去我也有一段时间常常睡得不好，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。后来当我为此祷告，神光照我，原来是因为我倚靠自己，没有倚靠神，以至于我里面有很多对事情的焦虑。当我把这些祷告交托给神，真的就能够睡得安稳了。特别在疫情的期间，可能有许多的人因为担忧而没有办法入眠，但今天我们看到大卫面对追杀，他还可以安然地躺下睡觉，可见大卫对神的信心
有多么的大，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够依靠的只有神。难怪神会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不是因为大卫很完美，他也曾经犯过罪，但是他对神的敬畏还有依靠得着了神的喜悦。现在的疫情带来我们生活中许多的改变，也带来许多的震动，但就像牧师在崇拜中对我们说的，在疫情当中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眼睛所看到的。我们每天如果看疫情的状况，就会让我们常常陷在焦虑、低落、沮丧，甚至使我们常常容易感到愤怒。如果我们单单看环境，我们就会觉得实在是没有盼望了。但是当我们仰望神，让自己来到神的里面，我们要让神的思想、情感、旋律、节奏环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如同最近我们读诗篇，在诗篇当中我们所看见的，当我们倚靠神，困难、问题都会成为我们的食物，危机要成为我们提升、扩张的机会。让我们知道独有你耶和华是使我们安然居住的。我们依靠的不是环境，不是疫情可以赶快过去，我们可以依靠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过去可能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来祷告，但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再去其他的地方，但是也感谢神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以来亲近神，来向神祷告。我们更可以透过不管是我们小组、家庭或是职场的线上 RPG， 让神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，使我们的生活不再是围绕着这些问题，不再是围绕着环境，而是围绕着我们的神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要被疫情、被眼前的环境或困难打败，让我们不是每天充满无力感，也不是只是单单的等着疫情过去。我们可以像大卫一样来寻求神，神会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艰难，使我们成为逆境的赢家。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今天透过大卫让我们知道如何来面对逆境，特别是在疫情当中，感谢主你总是透过你的话语来坚固我们的心。在各样环境的挑战中，求主使我们因着你得着力量，使我们因着有你就心里快乐，也求主使我们每一天靠着主来胜过逆境，使我们有平静安稳的心，使我们每一天都能安然躺下睡觉，知道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，独有你是我们的保护与供应，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平安与喜乐。谢谢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人。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